杨新章博之在今年八月因身体不适而停工，所以网络上传出了他失声、患癌的消息，甚至有自媒体称章博之亲口证实罹癌、生命走到尽头的消息。不过工作室出面否认，强调这些消息都并非事实，并对造谣者采取法律行动，防止假消息继续疯传。章博之复工后露面时气色也很不错，直接打脸了造谣者。日前他到杭州出席品牌代言活动，再次以美貌迷倒众人。当天章博之身穿无袖白色亮片短洋装，除了露出白皙美背以及纤细手臂之外，一双大长腿也十分吸睛。他也透过社群晒出一系列美照，获得破万人点赞留言，惊呼他出道这么多年了，美貌却一点都没变，而且还越来越漂亮了，女神的魅力无极限啊。Bye.